中友时尚一廊展出游来游去张连东彩墨个展，此单元为自由。艺术家张连东拥有深厚的水墨表现基础功夫，但不拘泥于传统水墨训练的脉络，他坚持以推陈出新作为创作准则。就像染着一头橘发的张连东老师，在传统的框架与不设限的时代，跨越既有的艺术形式藩篱，用自己的语言表述，建构台湾水墨的新面貌。在艺术家的作品中，所有图像都是他作为传递讯息的媒介物，以乌龟象征形形色色的人们，龟壳上多样的花纹则是我们的表层，是大众认可的形象符号，却忽略真实内心本质。透过不断自我辩证的过程，才能照见自我内心。鱼则比喻内心与外在环境和谐共处的状态，不论外在如何纷乱，内心皆能怡然自适，透彻生命循环的道理，领悟真正的平静。